你来北京有多久了？不管是街边行色匆匆、精疲力竭的人们，还是不到晚上八点都落不下去的太阳，都在提醒着我，这座城市里总有比我更用力生活的人。当用力活着变成主要目的，当你渐渐忘记为什么来到这里，你有没有一瞬间感觉到窒息？拥挤孤独的房间里，我已经透不过气。